请问一个你一定有准备的哈。啊。这是连检察官都看不下去的案子哈。是。公共工程委员会帮厂商保险已经很离谱了，已经很离谱了。工程帮厂商出钱去保险已经很离谱了，竟然保险，比如说出了一百万，编列一百万的预算去保险，结果只有保了六十万，结果你们还是给一百万，这是慷全民之慨耶，哈。是。这很离谱哎，诸位，你不觉得这个实在是莫名其妙吗？你想敲胸探不够多啊？哈，我们全民要继续补贴厂商哦，这是什么法？这是什么规定啊，诸位？好，叶委员了、啊，跟叶委员报告哈、啊，这个事情呢、啊，我们工程会哈、啊，还有金管会也都很关心这个事情哈、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案子啊，这个是在几年前啊产生的哈、啊。那最主要是这样，任何的公共工程在执行的时候，它都有风险啊，都有风险。所以在整个公共工程在执行，这全世界都一样的，一定有一部分的这个经费哈、啊，那要在总价里面、总工程款里面哦，要去购买保险啊。那有的国家是政府去买，那有的国家的话，它是有项目啊编在整个预算里面让厂商去买。那政府会规定你买这个保险，大家都知道会看你保单的这个内容，所以政府机关会规定你至少要买啊哪些项目，所以要符合保单规定的要求啊。所以由这个过去，这是长久以来。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这是个符合国际的做法。这样在工程里面有保险，买保险。如果这个钱呢是政府出的，是，那么受益人是不是政府？对啊，因为他，是吗？你这个保单的受益人是政府吗？你不要糊弄我，根本不是。这个工程哈、哦，是我们要去政府要去买的东西，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最后好，政府要去买，受益人怎么会是厂商呢？受益人是厂商哎、欸，如果工程真的有什么问题，他给所谓的厂商，是因为他执行工程的时候发生一些哈、哦、不可那个一些这种保险风险里面的这个事情啊、哦，那厂商当然他有损失啊，所以他要重新的再去好恢复做工程，那应该厂商自己去保险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厂商自己去保险了，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。今天我买的保险，当然有什么赔偿的话是赔偿给我，你买的保险赔偿给你嘛，这很简单的逻辑嘛，哈。好，这个部分哈、哦，被保险人哈、哦、是机关跟他计服的厂商了哈、哦，还有施工厂商哈、哦，这个都是所谓的共同保险人。那这个受益人的话哈、哦，是机关。啊、哦，是机关，对，是我们买的时候受益人是我们，对，你们买，他们买，厂商买的受益人是他们，确定啊、哦，不要糊弄我、哦。被保险人，哎，被保险人是机关。主委啊，连你都搞不清楚，你就只有傻傻的付钱就是了，是不是？我要求哈、哦，这个要来做一个报告哈、哦，就这个案子，因为这个不是个案，这是通案哦，这是全国都有的通案哦，光是在台南。就有14项工程一领2600万，那在其他地方全国加起来，我看是绝对是一来一起的哈。我们来做一个专案的检讨。这个其实是总价结算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做，主席啊，我要求这个哈，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专案的检讨，没有这样慷全民之慨的道理哈。因为今天这样浪费我的时间，问不出所以然来哈。来，这个哈，公共工程委员会非常重要了。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了，没有说要把你们裁撤了，这个部分一定还在，只是组织再造而已了，哈。是。来，主委，那你知道上礼拜这个是今天的上礼拜的报纸，你有看吗？有吧？应该有吧。好。是。那台铁的弊案你知道哈？是。好，台铁弊案很简单呐、啊，台铁弊案也不是个案呐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台铁的弊案也可以看成是通案。怎么样一个通案呢？就是典型的工程采购弊案，手法就是第一，先低价抢标，第二呢，再来变更设计，第三呢，就来延长工期，然后延长工期以后呢，第四就顺理成章的追加预算，这个叫做四部曲，工程弊案最典型的四部曲。
我来请问主委，你们公工程采购这个有这个四部曲的统计资料吗？这不要说全部了，就说这三年来的好了，这三年来的公共工程有变更设计、追加预算、延长工期的，一共有多少件？告诉我。我想哈，在公共时间暂停，先不用想，你告诉我数据，我这样够清楚吧？来，来，请我们那个公管处来做，来告诉我，那个变更设计、追加预算、延长工期的有多少件？来告诉我，要来这里上做记录，要来这里备询，当然是要准备哈。连处长。我们系统里面都有统计，不过目前这个数字我们目前没有目前还没统计的。主席啊，随时可以统计的。主席啊，虽然没有媒体，我们不是为了媒体来做咨询的。我们会后提供、啊。不行，我要他马上提供，没有会后提供这一回事哈。你要来这里的，你要来这里就要有准备，好不好？这个不行哈，我说我的时间会占比较长，就是这样哈。你们真的不能这样混，难怪台湾的公共工程品质这么差嘛，啊。我要你们马上提供哈。好，我们请我们同仁去提供，因为这个是动态的啦，哎，是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什么态我不管，动态。我们有一个标案管理系统在控管这些事务。你看你要抓到哪一个时间点哈，我就要这三年的，马上给我哈，来，这个马上给我，我等一下，如果你们要给我，我要第二轮的上来发言哈，主席。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，这个不是个案，这是通案四部曲，大家心里有数，特别是你们专业的公共工程委员很清楚，这是目前发生弊案最典型的一种哈。来，再来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除了这个弊案以外，公共工程品质不佳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转报哈。你们知道政府采购法第65条第一项，得标厂商因自行履行工程劳务契约，不得转包。我再请问一样，请问这三年来公工程违法转包的案件有多少？来告诉我。好，这个是不是转包的？这个是现在在网站上面的，要准备啊哈，来立法院。这个案子哈有六家、啊、好，今年有六家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、啊、好，今年有六家，我要你三年的，你有没有三年的？三年的话，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是有了，好，你也提供，有一年的这个资料，好，赶快一起提供来了哈，我在等了哈，我在告诉你了，有六家这种数字哈，我看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转包，不是分包哦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啊！你说这个是违法转包的，不是分包，分包是合法的。来，请问啊，你请问在座的哈、啊，有多少人可以告诉我，分包跟转包有什么不一样？是这个，任何一家营造厂，他在执行业务，他主要的这个工作啊，专业，他要能够去执行。好，那当然有协力厂商啊，所以这个有不同的，像机电啊或者是水管啊等等哈、哦，他本来依法哈、哦、就要找这个分包厂商协助，没有一家营造厂他什么人，请问在座可以做，请问在座有几个人经过主委这样解释以后，可以告诉我分包跟转包有什么不同？主委，你公共哎，我还是觉得一样，没有，我相信在座还是觉得一样哈。分包跟转包没有什么不同，主要工程的项目哈、哦，它这个哈、哦、没有出问题就是都可以啦，出了问题就不行了啦，差不多是这样了，哈、哦，出了问题你们就是违法转包，就是变成是你们案子。那其实呢，只要没有出问题哈、哦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、哦，这个界限其实非常的模糊啊。但是哈、哦，这个已经是。很久长久以来非常复杂的问题，而且这样子没有跟委员报告，转包已经变成转包，就是全部或者是主要的部分，这个才叫好啦、那我问你这个国道六号的公安事故，你结果呢转包分包都是合法的，结果死了六个外劳，到现在找不到一个可以负责的厂商，
那时候你们那时候的范主委就说，上下游协力厂商合力完成一件作品或产品已经是常态，已经是常态了，哈。这个是他，我看你们去改一改采购法好了啦，哦、你们去改采购法好了啦，对，哈，你把这个骗人的不得转包改一改啦，哈，也省得大家困扰嘛，对不对？你明明法律上规定不能转包、欸，哎，来你说哈，主要工作来好可以分包，好、哦，你说什么？来你说，我们采购法67条。讲得很清楚，得标厂商得将采购分包与其他厂商，啊，称分包者为非转包，而将企业的部分由其他厂商代为履行。来啦，好啦，你免念啦，我捌字啦，嘿，我拢看过啦。对啊，你告诉我啦，就全厂在做，或者随便你去找什么工程专家，或者找没有工程专业的。都搞不太清楚什么叫做分包，什么叫做主办机关，他很清楚、啊、转包什么，哪些是主要的工作的内容，哪些可以转包，哪些可以分包。主要的工作内容，主要的工作内容要怎样？不得转包，是不是？来，你再告诉我一次，你说怎样分？你说主要的工作内容不得转包，是不是？来，那你告诉我怎么定义嘛？怎么分包跟转包？你告诉我。所谓的转包哈、哦，是把契约中应自行履行的全部或主要部分由其他厂商来履行，这个叫转包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转包是、哦、所以应自行履行或主要对应该自己做的，结果他把它转出去。好、哦，什么是应该自己做的？什么是主要的？就是主要的部分是指哈、哦、招标文件标示为主要部分者。就在招标文件里面有标示，这是主要的部分。主要部分、哦、还有呢？或者是附件招标文件标示或依其他法规规定啊、哦，由得标厂商自己要做的部分啊、哦，这些东西他都不可以转包。好，好，非常好啊、哦。或者他要自行履行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这个在契约上面都会有很清楚的要自行履行的部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？来，招标文件要标示。好好。来，金门大桥是招标文件。嗯，来，金门大桥呢，我要你们去查，说这个是中资，这个给中国的大船局包去了。我甚至你说这个不是你啦，这个要交通部啦，这个要陆委会啦，我就好，我就去内政委员会要求交通部、陆委会、公共工程委员会联合起来去查看看。有没有违法转包？结果你们的结果是说没有啦，哈，没有。来，我告诉你，金门大桥现在工程执行，现在有5个工程正在进行，你知道哪五个吗？你不知道哈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希望你下一次来要准备。来，你告诉我，现在有，你知道你说有哪个五个工程？引道的部分哈，在小金门，还有这个大金门侧哈，然后这个中间的。这个潜水区的哈、哦、打桩的工程在做啊、哦，嗯好，这些都是很在来我告诉你哈，打桩的装载重试验前导地质专刊，对，施工栈桥施作，施工中补充地质调查，工地临时办公房舍的设置，临时专用混凝土的半合厂设置，这五个工程。请问哪一个是厂商自行履行的？哪一个？这五个正在进行的五个工程，哪一个是厂商自行履行的？这个部分哈，我诸位，我的了解，什么这个部分？全部没有啦，全部转包啦。没有这个不可能全部转包啦。我想我们的国工局哦，是国内。非常优秀的工程执行机关，他不可能引起厂商全部转包，你不要糊弄我。是，全部转包，全部转包，这上面写得很清楚。来，得标厂商，这是你给我的调查资料哦。哦，不是，是陆委会给的。来，那个部分啊，是协力厂商，哎，他不是、可以转包了。来，这是你们一起给的，全部转包。嗯。我们有做功课哎，诸位、啊，我们不是没有嘞、嗯，全部转包，全部五个，
全部转包。他这个，而且里面还有厂商转包的厂商是一人公司，这个将来出问题没对透呢。一人公司全部转包，这是你们给的资料，这是三个单位一起给的资料。好，而且里面的材料全部都是中国进口。诸位，这个报告哈，当然是交通部写的啦哈，但是我没会去了解。你是觉得交通部会骗人哈？不是不是，交啊全部转包你不管了。不，我那个是分包，不是转包。哦、今天老实讲，说嘛，你就说分包。那你告诉我，他是协力厂商啊，一个这么大的跨海大桥，台湾从来没有做过，所以他很多机器设备跟经验，当然你有困难。所以他要有协力的厂商来协助他。对，你刚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告诉我说主要部分或自行旅行的部分不可以转包，这嘛你家己讲的啊。结果我现在告诉你，五个工程在进行的五个工程，通通都转包，那就没有主要工程，按现在做下，没有主要工程吗？没有要自行旅行的部分吗？五项工程全部转包。分包了，他当然有一些工程是自己在做的。分包了，五项工程全部分包，这样的意思是这个工程没有主要工程。诸位，当然有主要工程啊。啊，什么是主要工程？就没有一个是他自己做的，有什么告诉我有什么主要工程吗？没有一项工程是这一家公司自己做的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主要工程？哈。这个部分哈，我们会再跟国工局哈。好啦，诸位、这个，我再告诉你，我最后告诉你啦，所有国内的钢构公司跟桥梁营造厂商都知道，这个都是中国啦。